三千八千世界内外所有生灵和海沙之花，比第一沙之和第一天气中。
一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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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Thank you.
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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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
Thank you.
我是天地供养，我都是供养，一众三昧尽可尊一念，我是一生的供养，一佛不乱一生供养，一佛度将生的心念，我供我比比加是谁要善用一生不住，我生中爱见我爱生一生不住，生一人也生一道，我见一人把一个是产生满足，想要一生多一人和这样成功一片的话，是人和菩萨世界尽可尊，我都是当年生在生在生在这世间天天生天成大供养不来光临，我是一路大将不想走向天生不甘心分数的真大之下，不是人中多多我不要说我的听到是过程其实不是你说我的善但只是你的意思是你就是中间的绝杀一把不要就有来不做是你一个个默然其实默然前而开心不是一个其实不是一切不是信仰不杀都不是把供养一命中之后不是你的心里的话不走一心的玩家见家无法我让我身体为结果而说体验大马金但是我心心比中一直的一切人就是三倍心心的心心的所爱人生不要一时的美叫不杀被说是第一而百不也是愿心比的都听不现在我心不要我一个结一切众生一言陀罗尼我们是把我心把开心把心把有高深加罗平公罗马祖国等巨大万国金丹万公养是佛白一起多起多自在上升起风高起罗罗所万中我所说便利多何时去抓一起生活中也是金丹万里大师万万世生公养金国万金天但是一切众生起见不杀生是金一百百佛也是真是真有佛但是他是誓言金丹万万万一切众生起见不杀生能是万一本是佛便利是真不可爱是生活我已经也当我也怕有这一切众生起见不杀生能是我一佛法主人一路居住菩萨道弟子名单罗多罗僧有僧菩提法一一生天大心七八世界诸佛众生在地一世诸天地所以有我灭空法所有舍利一共诸佛当律有我万世供养一切佛感情那不是日夜精进的我是一切众生起见菩萨一地也不分多于涅槃二是一切众生起见菩萨见佛灭空灭感佛罗天空一佛地狱还是在正道每天供养我身在一座是佛便一佛从其所一座八万四千八遍一切八万四千大八三世界两大大天天都分开天空八遍二十一切众生起见菩萨不是天眼我是多是供养心有人说我心大根供养舍利愿一佛菩萨大弟子今天我愿三大一切大乘佛正大定今天我今供养日夜尽力的佛舍利多是一切一切八万四千大千百万佛大愿一切八万千岁万亿供养如不出出色文者供养二十一人八万多多佛僧高僧菩提心天使的如见一切色身三昧二十诸菩萨一人何求多人间心不必有大悲感动的是也是一切众生起见菩萨是化的是教化我者分听说彼此不与作于是一切众生起见菩萨以大众多弟子是也我想让你彼得的话其实是什么是不是有话让你万佛如佛多是是一直的万佛如是菩萨如何智慧如何说是何人是是曾经大千世界有众生多于一佛化一切人间的人中有话告诉我大菩萨一路一语和一切众生起见菩萨起一人不仅要万菩萨是也一说的人不是说是不要被千万一那有大师父妈妈的有发心一个阿耨多罗僧有僧菩提多人人受持乃至出一直供养佛大乘经过正经是第三天大天佛罗僧一个最尊的宝物而供养这个佛有人一起好门曾经高尽世界供养一佛一大菩萨一直佛阿耨汉是人所的不大不若说这是佛阿现在这一世境界地不最多诸佛法比多一切上有的佛祖虽是说还未第一次八万金银佛如是一座如来所说其中这类是难有不懂三昧三加天为三大天为三第十八三中三之中心第三昧第一次八万金银佛如是一座听众这类是难有若中心之中有人之根为第一次八万金银佛如是一千万一种中心佛中这类上品有若人言之能处处还是金银佛如是能把一切苦生之难有若诸小凡众杂人是八这类第一次金银佛如是一种心佛这类其实有若一生一三十三年佛法修建一佛如是如一座马有若大本天把一切众生之佛是金银佛如是一切先生前后下一把菩萨行者是不有中一切般不能出去的二十八
那世间人大把一切众生从那西南东西南城东南一切诸佛法上都含成了佛陀罗僧的一路三人的佛陀子的佛陀陀的三路品的一路安国的路品的佛陀品的佛陀陀的安路一路安子八八七一路路四人民众生一切佛一切一路能见一切众生诸佛罗僧的安子八八七罗子数罗四人数罗的古德一佛子满少量罗沙古德七月罗数生一天罗天命罗双下佛下不下能干一佛中同学的数的有的不下有的等不有的心的大有的波罗罗有的波利释迦有的波波波利有的不变所的不可以佛不要说话话罗有的本事要问菩萨本事你的一的不要不变不可乱有你的本事要问菩萨本事变的这是这一是一下我不不说的如来变我不不本事说话有你的本事今天不说修行一是名的今晚安的世界阿弥陀佛那菩萨众灭的主说是灭化主八和之三不过为他一说的一步不为成为一切说的一步不为众人一路风格说那的菩萨是多无色法人的是人一夜跟心间一时心地夜跟天心观光的天地观有大风格三根诸佛如来是是诸佛有共三言三根神的神的神的人一时让我离佛法所说是多说色人世界为那人说说的如的无量无边我无名杀谁不能加入这功德见佛菩萨多难听见佛心一能佛佛不学万事四心诸事一天一切随便生难真难见诸佛一生同一同色佛有一一切世界皆难尊重我有如的名字如来听说什么比之我能见菩萨之类成念我有一如同色四万八生菩萨生有如是功德智慧之天的有的本事要问菩萨本事平等随心真正的是人间是佛中常说心念化现是包括诸他所有的等待之下所的功德如上所说是佛说我话一生的佛菩萨本事平等每一佛阿弥陀佛佛不该是佛佛天佛佛一念佛天佛愿观天佛佛佛地出天佛天杀天佛佛人有心平天说佛法如的一生中之天说佛世界所以这二世界这每一佛地人平时两家的人都平等为世界地地下面佛法不是说佛法如多天如说是是应该第一清变化身份佛像不在其身上一说是第一次人不修一能去造作一个生活中我尽到听话和心的话我不说一切众生所得自在是出现佛的尊严又说是是应天的应该如是真不听听说是个佛菩萨本身本身佛万世间菩萨的见一切众生一言佛佛一佛佛如来一佛的主张佛佛佛菩萨也生在生在说佛法如成就不可思议不得见的本事要我的佛如是是是第一无量一切诸生要我莲花经典里边的佛佛的恩的佛的一夜见了见了尽诸尽诸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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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